一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啊？哦，我说的是那种喜欢。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？ 我刚才放肆的一时兴起，兰真，我有话对你说，很急。那这样说也可以，说的也是，我刚才是真心想跟你上床的。不行，我想看看你胸口的烙印，还望愚昧我今天就饶了我吧，啊！